哎，你这手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哥，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切到的。你拿过来洗。不要，哪有哥哥给妹妹洗衣服的？这有啥的？哥以后还不是帮你嫂子洗衣服啊？哥，你真好，以后的老婆肯定很幸福。哥如果是捡来的，不是你亲哥，你会嫁给我？不愿意。为什么？难道是哥不够好吗？不是的，哥，我长得那么丑，还有个生病的妈妈，是我配不上你，也不想拖累你。哥，你值得更好的姑娘。哥，你怎么了？哥，怎么还咳血了？前段时间我不是一直咳嗽吗？去医院检查了，发现我那个肺癌是晚期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哥，你要坚强，我这就去挣钱给你治病。没用的，哥这个病永生也治不好，现在的时间已经不长。哥，你不要多想，癌症患者的人保持好的心情的话，也许可以活得更长。你现在要多想想开心的事。对的，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，要是能够娶到我心爱的姑娘，我死也无憾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？我就喜欢你这样子的。这不行啊，哥，哪有亲哥娶亲妹的呀？我喜欢你，你也喜欢我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是我亲哥，而且我配不上你。其实你不是我亲妹，我是咱妈捡来的。现在时间也不长，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弃我。哥，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走，咱就跟妈说，如果是真的话，我就嫁给你。嗯。老公，我发现你这两年都不咳嗽了。啊哼，这心情好，这病自然好呗。